大家好，我是牛奶爸。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怎么样利用免租金免年费的方式，利用4个小时就完成官方网站的架设，而且我们利用的是 Google 的部落格来打造官方的网站。首先你可以加入我的脸书，然后成为我的好友，然后呢我会帮你加到私密社团里面去，这个私密社团。那我也会让您下载好用的软体，包括图片处理软体、电子报的软体试用，还有解压缩的软体。然后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在2003年的时候，在第一个小孩出生那时候进入 SOHO 的生活，然后一边顾小孩一边接工作网页设计的案子，然后销售 Linux 的伺服器网站架站的系统，还有邮件的伺服器。那我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正式成立了升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底下这些是我自己亲自去安装过网站啊，或者是邮件伺服器的客户代表，有很多上市上柜的公司啊，或者是公家机关，大家可以看一下，大概这八九年来安装过的客户加速了这么多，而且都是蛮多知名的企业。那我的课程特色呢，就是尽量使用开源 open source 的免费软体和免费的网络资源来让大家架网站，然后做网络行销做。但是在网站的组成它是一种多媒体的整合，包含许多网络的知识啊，例如网址的申请设定、网页的排版、图片的处理、影片的处理、文案的写作和 SEO 的优化、超链接等等技巧和动线的规划，每一种技巧都要越熟练，网站才能够越吸引人。不管你要行销你自己还是要行销商品，它都能够让你在实体的世界能够事半功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般的部落格网站长得这个样子，实在是有够杂乱，然后容易失焦，好像这样子也是看得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我们的部落格可以长成这个样子，看起来是不是好多了？或者是长成这个样子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正式，很像官方的网站？其实这都是用部落格然后把它改变它的版型做成官方网站，这些版型全部都是免费的，在这个利用 Google 打造官方网站的光碟片里面的影片里面都有教到大家如何去下载这些样板，然后自行套用这些样板。那为什么要把网站放到 Google 的平台呢？利用 Google 平台像部落格啊有很多家，但是加在 Google 平台的话，主要我们是希望它能够被 Google 快速的收录进去，而且它没有广告，可以免费制定专属的网址，树立公司网站的品牌形象。皮克邦如果要设立网址的话，一年要9800块，大家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一页。好，专属门牌一年9800元起。那我还会教您怎么样去购买网址，自己来设定网址，然后把它套用在你的部落格上面。那也会介绍 GIF、JPG、PNG 图档的差异和使用的时机，这三种图片档都是可以放在网站上面给人家浏览的，但是这三种图片有什么不一样呢？ GIF 档有什么特性？那 JPG 档有什么特性？ PNG 档有什么特性？都为您介绍。那最常用的 HTML 语法呢，这边也有帮您整理，而且有详细的示范给您看。那您还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套用了版型之后呢，还可以修改哪些地方，比如说这个上方的选项怎么修改啊，或者是上方那个图片怎么修改啊，右边的图片怎么修改啊，上面这个轮播图片怎么修改啊，还有怎么样让客户留下客户的资料，那我们怎么去制作表单让客户可以留下资料提供后续的追踪销售，甚至还会再教您怎么样使用这个免费下载的 EDM 软体让你做自动追踪销售、自动追售的系统，它可以依照对方的姓名，认识的场合，然后带入变数，让对方可以收到对方的名字、带对方名称的 email 还有简讯。那也会教您这个简讯发送或是 email 发送怎么样把它做成连锁式的，譬如说他今天认识之后每隔一个礼拜自动发信给对方。好，以上就是我们这将近八小时的课程哦，那大家可以在看完之后呢，就可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架好一个非常高效能的网站。因为把网站架在 Google 的平台呢，你可以不用害怕网站会挂掉，也不用害怕网站瞬间涌入几十万人，因为 Google 的平台流量非常非常大。接下来就请期待大家赶快加入咯。